Ah, oke. Okay. Apple. Man and woman. Man and man and woman. Man and woman. I eat. Eat. I. Eat an apple. Eat an apple. She is a girl. She is a girl. He is a man and I am a boy. He is a man and am boy, a boy. He is man, boy, boy. He, a man, and I am a boy.那拿 P 改要那么久？对啊，因为他网站要传回去，他网站可能偏方，就是不载他的。爸爸，这个要学，这个怎么玩呢？你的单词。我吃一个苹果哈，然后要注意，这个后面是 A 呀、啊、或 E 呀、啊，是母音的话呢，叫 A N， 叫一个是 A N。如果是后面是子音就用什么是子音什么是母音？子音和母音就是 A E I O U， 这个五个都是母音，其他都是子音。A E U A O 这个都是母音。A E I O U 是母。OK。She is a girl. She's a girl. 对对对。因为我们翻成中文翻译 ，OK。She is。可以啊，可以这样。然后嘞 ？She is a girl。对 ，She is a girl。啊。来，没有没有，脚踝。你没有注意，你没有注意念来，反正不是。等一下。She is a girl. 哎呀 ，She is a girl. 呀。反正他们。
你都用这啥？啊，怎么都是大写？什么叫基本正确？一个苹果 an apple 少了一个空格，然后他告诉你说少了一个空格，所以会剪一个爱心吗？不知道耶。哦，不能补吗？不能耶。没有剪爱心耶。哦，那就好。他不能超过四个错误。对啊。所以你记得英文是要有空格的。He is a man, and I am a boy. 好看。He is a man, and I am a boy. 很好看。He is a man, and I am a boy. 好 ，He is a man, and I am a boy. 他是男人，而我是一个男孩。来帮我念。He is a man and I am a boy. 不太准。来。He is a man and I am a boy. 啊，不准，直接打。男人在一个地。好看。那是个女人，而我是一个女人。He's a woman and I was a girl. Was 不对 ，was 是过去式。Yeah, I am a girl. Am was 改成 am。这个。后面的 was。这个。was was 改成 am。啊，对了，你那边怎么变成？哈哈哈哈。你按到印，你按到列印的啦。对啊。你看一看，看页数第一个，好。这里。把你放进去再改好了。好，记得把我改成 M。我在这里哦。哎。改成 AM。噔噔 Eat an apple. Eat an apple. 吃一个苹果。对，那你要打英文哦，他是要你打英文。EAT, eat. EAT. 空白。An. An. 空白。A.要空白记得。apple。e。an apple。an apple。an
翻译啊，这个这里会对吧？I eat. 哦，我吃了。哎，不不，你要打英文啊！他现在要你用英文键入，有没有？使用英语键入，他要打 I eat。对对对。He is a man. She is a woman. 好身体。She is a woman. Woman.I am a man and she is a woman. She and 它是一个最好是不像一个的家还有一个爸爸又有一个了，哎，好，你得到30分了。虚拟商店，我要买东西。五星药水，连胜机动，这是什么东东啊？花费四，花费十，啊，你现在好像没有，你二而已，不行。哇，翻倍或全赔。哇，维持7天连胜就可以。翻倍耶，要不然就是全赔耶，全赔是什么？就全没有，就是全部都没有了，就是维持7天连胜的话，你就可以翻倍。哎，如果没有就可以变2倍。嗯，那怎么办？没有啊，那你就不要用这个啦，你就不要用那个啦。连胜机动，连胜机动在一整天不活动。
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一整天不活动的时候不改变？炎症激动，连胜记录在一整天不活动的时候。不活动是什么？就一整天都没有进来用啊。嗯，那很好用诶。有吗？会好用吗？我不记得。哦，补心药水可以让你重新获得最好用失去的红心。哦，那就得到一个心。那就最好用了。嗯。快没红心的时候就可以用。嗯。继续玩，然后待会就玩英雄联盟。继续打基础。开始课程。She eats. She eats. 准备吃药。The woman. The woman. The woman.The woman. The woman. Woman. I drink. I drink. He drinks. He drinks.He.就没有这个宝石了。The boy. The boy. The boy.I drink and I eat. I drink and I eat and and.I and
I and I eat She drinks. Water.爸爸，吃什么吃的？吃，eat。为什么批改好久？每次批改都好久。但是批改能快一点就好了。批改好久。很久吗？正在批改，因为它的伺服器很慢。好了。He ate. 你又我们。eat 正确答案是 eat 哦 ，eat 要加 s， 啊这个是 ate。你找错了，是 eat 我讲 eat， 可是我没有写 s， 我没有讲 s。She eats. 啊 ，she eats， 所以你要练习啊，你要仔细看它。Eat. Eat.The woma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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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ead.Water. I drink. I I drink. He drinks. Drinks.来到这一关了。Eats 不是 eggs。哦。你为什么会打入 eggs？
它上面是这样翻译的吗？啊、不可能啊 ，at 不会加 s 啊。at 难道要说 at 吗？对啊，那是过去式，你知道什么意思？嗯、英文对过去的跟现在的是有差别的哦。It's she。所以它的过去的动词跟现在的不一样。It's It's It's A woman Woman Bread Water I drink I Drink He drinks He drinks How are you today? Yeah, 你先打，我看你那你先不要按检查，我看你会什么错。嗯。不对，注意哦，他哦对哦，上次是这个。等一下，不要按检查，哎，要加 S 对。嗯，而且我还没加呢。哎，这样就对了。啊，终于是对。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加 S 吗？ Water. 只有他的时候才要加 S。Water. 你按我不需要加 S。Water 就是水，对不对 ？Water 对。等一下，我没有听到他讲什么。我讲 water。哦 ，water 水。可是你现在要听英文吗？还是要用英文呢 ？W。嗯。Water。对啊，那你要输入英文， water. 要用英文线路，有没有？你看是中文吗 ？A W A C E 啊 ，T E T E ，啊！我在找啊。哎，你不要，等一下又说我。耶，终于好了，啊？啊，找了单词 ，I drink， 我的话就不用加 S， 他的话就要加 S， 知道吗？你也不用加 S， 这是英文的规则。好吧。就是 she 什么呢？ drink 没有 she 他 she 是他。哦对啊。哎。啊。I eat an apple and she 一样 ，she 是他，所以哎。对。The girl eats bread. 有没有？你看他是 the girl， 那个女孩，所以是他女孩，那个女孩是另外一个人，所以是他。他要加 s 有没有 ？Girl. Eats.Eat. Bread. 我想吃一个东西。Bread. 对吗？嗯，对。是吗？的 ，T H 对。这是什么 T H 语？哎，也可以啦，用历史其实也可以，我觉得两个都可以。
它只它里面是指定用 TH 的。没有啊，你用 list 也可以，我觉得两个都可以。那个是水而已哦，还没有喝哦，喝。记得那个女孩，女孩是这个女孩。对，这个女孩是你和我以外的人，所以是她，她要加 S。这样可以吗？试试看。希望不要错。对。这。The woman drinks water. Woman drinks.蜜是受词，是说他打我，不，他打我的时候。这个呢 ？Drink， 对。可以，应该对。I drink. I drink 就是刚刚那个。I drink.I drink, 有没有？就刚刚那个。I drink. 啊 ，I drink, 对 ，I drink. 哦、oh, ，I drink 不用加 s， 啊，对。这个吗 ？I eat apple bread. 啊，好多。Eat apple bread. I.你们太麻烦了。Bread. 你那个一个一个物质太麻烦了。嗯。然后还有面包。为什么会有面包？嗯、我吃过面包。是啊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他是这个，他是 I eat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他说我吃苹果面包没错。嗯。苹果面包你知道是什么？哪种面包？它叫苹果面包。I eat apple bread. Okay. I am the woman. I. 嗯。I am. 啊，我是女人。我是女人，但是她会不会要加这个呢 ？I am I 的要加。要加吗？我是这女人。好，那你就加这个吧，应该还有个。I am the woman.嗯，好了吗？五八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啊，五八。耶、yeah! ！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。I eat apple bread.我吃苹果面包。嗯嗯，帮我讲。
I eat. 怎么念这个？ I eat apple bread. 对呀、啊，太多了。我知道一个。来了，龙打的。不用加 S， 因为是我。这个，你不是说 A 的前面要加 S？ 啊，你说 A 前面不是 A 在前面要前面如果有一个耳的话，就要用很很。哦，没有耳。啊，好，就是我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是用英文对。耶！过关，恭喜你，你得到45分。过关了。啊，你可以玩，你要休息一下吧。今天经验42，你学会了基础一。嗯。啊，获得了3这个。爸爸，获得了3那个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因为你过了三关啊。满星就有奖励，会有一个。哎、欸，五个，我可以买补药了。可以买补药。爸爸，这是什么？钻石吗？还是宝石？爸爸。这是什么？满星奖励。上面这个你获得了3。3 lingot。因为这个叫做 Duolingo， 所以它的得分就叫 Lingot。什么叫做 Lingot？ 就是 Duolingo 的分数，就是它给了一个，就像那个，你们玩电动不是都有天堂的天币吗？我没玩过天堂。然后另外有一些电动塞尔还有塞尔币，塞尔币啊，那这就是它的塞尔币，它这个塞尔的币就叫做。哎，只是我的游戏有两种币耶。对啊，它有一种币啊。连胜一天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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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哇，还有技能呢！爸爸还有技能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技能？啊，接下来是有技能，有基础款短语哎。对啊。哦。还有食物动物啊。还有复数，所有复数有去，只是加 S 而已啊。着装，然后呢，动词现在是，然后又有你看职业哦，好多哦，你看它可以学很多哎，很不错，我觉得这个。休息吧，我已经时间可以到了吧？但是陈冠霖，你要先休息眼睛哦。我知道，冠霖怎么用那么久啊？哎，陈冠霖，你要休息了，我们都休息来，五行健康操时间，一起来。我有45分电动时间。我们都要运动了，而且陈冠霖，你要运动，不然你就可能会像昨天那样说我好痛，知道吗？那爸爸要，我擦掉哦。可以啊，你也可以玩。爸爸，我擦掉哦。等一下，我的电脑运动。哎，我电脑玩了电动哎。对啊。五行健康汤是五行青菜汤推广。爸爸啊，这个我擦掉了。这个怎么擦不掉啊？一小时，所有药物的健康新观念而设计，简单。